WhatsApp。係啦，咁佢就話其實冇呢個計劃嘅，咁、我都多口問咗一句啦，咁你又會揀呢一張嘅？佢話因為佢都想去嘗試多啲唔同方面嘅嘢。咁啊啱曬啦，我中國嘅綜藝節目我唔係好熟悉，香港嘅綜藝節目咧我比較熟悉。我最近主持咗個綜藝節目叫《心理旅行團》咧。有邊個地方你想去？你講，我即刻帶你去。啊！근데저는홍콩에서관광을해본적이없어요。咁因為咧，其實佢喺香港咧都冇正式去觀光過啊。其實我哋家都好刺激，做過嘅。所以喺香港咧，任何一個地方咧，佢覺得都好好，都好想去。咁啊啱曬啦。不過跟我旅行團有一樣嘢一定要做嘅，逢親咧男仔咧都要唔著衫浸温泉。啊！到時咧一齊浸温泉嘅咯喎，啊！所以今日大家留意啦嚇，下次親美旅行團就一齊同阿金在中一齊浸温泉啦，好。没问题了。